爱的选择您来了。我阿姨厉害吧？我跟你说，还有厉害的，她在片里没有展现出来。嗯，我们阿姨开饭店，从北开到南，最北边是我们阜新，最南边是香港。啊，那到香港了？哦，香港开了8年饺子馆。您在香港生活多长时间？在我待10年。您在香港拼搏了10年。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一位女士了，相当于对了，资深艺人吗？和我老公和老两个人在一块儿。嗯，哎呀，最后还是回到了自个儿的家乡。对呀，这个女嘉宾哈，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呀，可以这么说，你的人生实在是太丰富了。那一位平平常常的男士能受了你吗？我就想说，就你还不得找那种就前半生也非常的辉煌，后半生也非常的出色的男士啊，不得找这样的？人命天注定啊。看，在你来看，这种男人的性格适合你吗？不适合。老老实实，为什么呢？不适合。不经折腾。嗯，不经折腾。你还要咋折腾啊？得，我得找一个有眼缘的，能做生意的。还要找一个生意场上的人，条件比较好的。哦，他不是要生做生意，是只找做生意的。最好找个会开车的。帮着开个车了，就生意上能帮上忙的。俩人在聊天的时候还能在事业上互相促进，互相出招。对呀。哎呀，那你做过生意吗？没有，从小长到大都没做过那个那行业。这样的女士你感觉能驾驭得了吗？她属于面上的，所以说咱们这个过去就是说成长的环境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经历不一样，所以说你现在有点胆秃的了是吧？那倒不倒不啊，咱们就是说的那个各有各的行业。他俩我觉得不太合适，因为这个女的有点太强势了，这个男的驾驭不了这女的。来，这样哈，这一场将是我们最难的一次相亲。对呀。为啥？对方都不合适，但是有的时候那框框是自个儿定的，你都不知道你想找啥样的，知道吧？也许突然有一天恍然大悟，哎呀，我自己设那框的那个人根本就不适合我。咱今天就聊着看好不好？来打分数。缘分是天定的，对，聊成啊。对呀，我觉得老天爷说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是不是？找一个平平淡淡的、稳稳当当的男士，让你好好过日子呢，是不是？做饭。对，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、哄孩子做饭，哎，享受恬静的生活。我跟你说，切，真的，文文刚才是就怕你生气，你知道我没敢说，你自己替自己说了。对，你就是择偶标准是有问题的。你太累了。对。男嘉宾打分开始。96分。女嘉宾打分数。90分。你呀，哎呀，留情了呗，是不是？在动手和动嘴之间，你选择了动嘴伤害他一下，90分。接着，二位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，咱看聊上啥样哈。有请二位来。当兵的人让人羡慕啊，羡慕啊，啊，让人羡慕。心中绿花儿的。另一方面，军人的这个心胸都比较宽阔，办事嘁哩咔嚓。家在哪个小区住啊？原来在和平，现在在铁西。铁西啊、哦？离铁西百货多远？离那不太远。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？自己就跟房子在一块生活。没有别人，没有别人。房子多大？房子60多吧，2个房。退休开多少钱？我退休5000多。那已经够吃够用了。就像你这省吃俭用，连个衣服都舍不得买，5000块钱你得攒4500。我的天、啊，这样算的哈。来吧，咱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。我与爱人是自由恋爱，两个人一起长大，属于青梅竹马。长大以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在一起了，26岁我们就结婚了。结婚以后，婚后的生活很幸福。爱人的性格很好，有担当，从不和我计较，对我也是爱护有加。爱人在工作上很优秀，是单位的领导。婚后我们的生活很幸福，在一起生活了40多年。2016年的时候，就是祸从天降，我爱人忽然得了心梗、心衰，药费花了400多万，还没有挽留他的生命，结果还是撒手人寰，离我而去。丈夫走后，我一度悲伤欲绝，因为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好了。后来在孩子的陪伴下，我走了出来，毕竟生活还要继续，我不想让孩子再为我担心，我也不想总活在过去的回忆里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要找的另一半是要求身高必须1.75米以上，最好是做生意的，家庭条件好一点的。这个哪条也没挨上？
1.75米以上，太高了。您丈夫是多高？1.82米。1.82米，就是在你心目当中，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和他比较，才能作为你的择偶标准。对，为啥这么有这样一个执念呢？因为我自己行。啊，嗯，你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你？对，就是您，您单身多久了？我爱人去世5年了。5年，你一直这个择偶标准都是这样的？都是这样。一个男人如果身高不够高，或者是各方面外在没有你老公好，也不代表他不优秀啊，阿姨。我找的老伴都相继都给我介绍几个老伴，都是1.8米以上。啊，哎呀，就这算是硬性要求吗？低于1.75米的别让我看，我就不能看。不能看，长得帅，家庭条件得好，得有车有房。啊，嗯，有车有房，家里条件好，长得还得帅，还得1.75米以上。嗯，这得20多岁小伙吧？我就这条件。我想问一下，您这个择偶标准有多少是为了面子？就是我之前我老公这样的，我再找一老公领出去，让那个2大客车的人都看看，我再找的对象比之前那个也不差，因为我配，是想这样吗？是啊。那你是寻找自己的幸福呢，还是图面给人给别人找对象呢？那我就这要求搞不着拉倒，我就不搞。改变不了，他要想改变还得1年能。